那个炸猪排吧，用那个肉头的部分，然后他再敲，把它敲扁。哎，这倒很好的，就省得我回去自己把它再敲扁。啊，蛮方便的啊。你想吃啊？啊。你好像蛮喜欢吃炸猪排的，那就买一点吧。对啊，我问我师傅。这个怎么他妈？那边。他是专门在后面做的。到前面去，要到前面买，问老板，对吧？在买肉啊。这边好多，我蛮喜欢他们把每一个部位都这样分开，看得很清楚啊。这个应该猪腰肉，这是猪腰的，好像我记得。下面就是蹄膀吧，蹄膀的肉还是？对，这是蹄膀，对。是吧？蹄膀那个是五花肉，那是猪肝、猪尾巴。好，轮到我们了。哦，我们还没有。我觉得马来西亚吃猪肉的价格还是很美的。我要那个猪排。就是后面那个嘣嘣嘣嘣嘣，对对对。哦，那大鸡。啊，他给我嘣好的。那可以啊，要多少？你要多少片？十片好吧。那十片，老板。三十片啊。啊，十片。十片。不是三十。一张奖包。三十片，我吃到下个月去了。我拿十片。10片。再给我切了啊！切好再拿过去敲吗？啊，是你这个吗？他已经在敲了。啊，不是，他是那个是别人的。哦，那是别人的，啊、你再给我切。啊，那现在切好，他再帮我敲吗？可以。好，谢谢你。因为是看到他敲好的，我才想买。我已经很久没有买猪肉了。老板多少钱啊？称重量。称重量。八万千一哦。对吧？一公斤不到一点。啊。26块哈。26块。要锤啊。要锤的。要锤。谢谢你。谢谢。回去再给你吃。啊、哦，要么我们先去看看其他的，等会再过来拿。鸡就不要了吧？鸡我暂时不要了。走，吃早饭。对，今天想要是来吃早饭的，没想到一进来又买了。菜场对我们有无限的诱惑，是啊。我们今天要去看看有没有我要买的芒果。非常的美，价格很美，价格很美又好吃。嗯，因为它不是放在巴萨里面买，它是巴萨外面的中间。对，好像在前面点。在前面，过道里面，在那个吃饭的地方。在厕所旁边，厕所旁边。是吗？啊，这边厕所旁边。不要看油炸的这个不对。你好，这里面是什么？香蕉。哦，炸香蕉的嘛。啊，对。哦，那这个哦，里面是花生。哦，好，等一下来，谢谢。我看到我的芒果了，就这个。我看看它现在什么价钱。写的嘛，上面写的。是什么？2公斤10块的。2kg10块。是这个价吗？上次我们买的时候。以前是3kg10块。真的吗？所以涨价了吗？我不知道，忘记了。来，那先买吧。你问他哪个是2kg10块 ？Hello， 这个是 how much？ 3dollars 他不会讲。Which is 2kg10？ 啊 ，2kg10。This。OK。Not this. For same. 没有，我觉得。都一样啊，都一样。我觉得这圆的好吃。对，因为这个圆的它里面那个筋啊，就刺刺的，就那个核的旁边的一丝，就是那个纤维不是很多的，不太会卡牙齿。对，不太会卡牙齿。嗯，我就挑吉利美美的了。特别喜欢这个芒果下面红色的部分。
好像那个女生脸上那个血色很好的感觉。没有，你站在这边就闻到了芒果的甜味啊。你刚刚拿下来的哪个？这个吗？这个。再补一个这个吧。 OK 其实多了，其实分量多的啊，它算我们4K 了。这是20块了。对，拿红的。好，我现在稍微有点认识钱了。这是一个开始过来，我都不认识钱啊。全掉了，大哥。Yeah, I know. Thank you. 好。Thank you. 哎，还掉了一块。还掉了一块。Thank you. 好重啊。哎，这个叫什么？啊，龙宫果，对。不敢买，每次买回去好多虫的。对，也挺好吃的，你看也便宜。蚂蚁了，不是虫。对，蚂蚁比较多。那蒸水就没有了。对，谢谢。荔枝。得。上次买了以后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谢谢你啊！我的宝宝很喜欢吃啊，谢谢你。也都是自己做的，对，我自己做。那你每天要做这么多东西，要用多少时间呢？很长的时间。很长的时间。好厉害啊，很辛苦。啊，好辛苦，谢谢你啊。还有这两个，再拿一袋这个吧。10块。这个是什么做的？马来糕。啊，马来糕。12块。一共12块。好，谢谢你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你在这里做了多少年了？啊，10年多。十多年了。这里全是十多年的店。对，十多年。这个是萝卜糕啊。你这个是什么糕？这个是萝卜糕。安迪，你今年几岁了？要七十了。哇，那你看上去还很好了。很年轻啊。因为你每天有做东西。是啊。看一下，不好意思。不用紧。对，刚刚好哦。好，谢谢你。谢谢啊，没关系，谢谢。拿了，好，安迪，拜拜。能来4个。你终于有找到黑芝麻馅了。帮我拿4个黑芝麻。他要黑芝麻馅，拿4个，你全部拿掉吧，一共5个。一共5个。对，多少钱一个？1块。1块一个。终于看到了，你终于满足。拿。多少钱？5块。OK。1、2、3、4。好，老板，5块钱，谢谢。这都你自己做的吗？对。哇，你也自己做的都是？家里的人做，你来买。好厉害。那这些面包也是吗？这个不是。这是外面的。这个外面进过来的。就是那些糕是自己做。这个里面是。这是你是菜的吧？菜。那这个绿色的菜是什么？韭菜。好，谢谢老板，拜拜。哇，找到位置了，老位置，坐下来。逛白云山巴萨必买米粉。去买吧。还是老样子吗？你一定要吃冬盐啊！这么辣，早上就吃辣的了。随便你。它还有干捞的，你要吃吗？不要，就。你觉得它的汤很好喝？对啊。对。那还是老样子，一碗猪肉，一碗鱼肉吧。对。加料吗？加料，可以啊。猪肉要加吗？鱼肉要加吗？那个
就两碗，鱼和肉一起放好了，来碗。哦，对，这里有鱼和肉，在一起六块钱一碗。老板，我要两碗这个。two。你坐哪里？就那边。谢谢。嗯，米粉。早上嗦一碗粉，能量都来了。这个是在炒金鸡饭，喝的是什么？你这个里面是什么？这个是别人的。别人的。别人的。这里就是那个薏米。好，薏米，薏米水。哎，你自己带的杯子吗？对。哦，他给的。哦，那个杯子各种各样。哦，每个水铺的杯子样子也不一样。哇，你迫不及待的要吃这个。哦，这个打劫又来了，打劫。槟城的马来西亚吧，应该算是他们的打包方式。打包方式。手干净吗？要不要擦一擦？不擦了，不擦了，我不拿手。上面有芝麻的，就是芝麻馅。用荷叶，下面荷叶。喂，荷叶先拿掉，看看芝麻馅。哇！哦，芝麻还挺多的啊。好，快点咬一口吧。哦哟，你。怎么样？可以，芝麻挺甜的。那个开心吗？感觉芝麻的料放挺多的。真的？嗯，那你喜欢？对，一块钱一个。啊？怎么办？外面这个白的，这糯米，感觉这个米选的也比较好。挺香的，啊，这个我不知道这叫什么，我不知道了，我只是觉得没吃过，吃吃看。对吧？下面绿油油的，不知道什么。哦，你看，有可能是这种艾草做的，对，有可能。聊着聊着，又来一个 uncle 一起聊了。哦，哎，老板，他是这家店的老板。嗯，老板，你是这家店的老板。嗯，对。哦，老板，你这个开了几年了？这里也是多年了。这个店呢？这个店你开了几年？我店呢，5-6年。你这边米粉很经济啊，而且我说，就是他说你的价钱很美。哎，你的米粉很经济，味道很好。差不多，这里的东西差不多。我每次过来全要吃，我每次过来全要吃。这里的东西差不多，这钱都是他做的，也是一样的。啊，也有竞争，也有竞争，也有竞争。他发的价钱，因为这边。金条吗？租金一个月多少钱？啊？租金一个月多少钱？15块。哦，15块一个月，15块啊。嗯，一个月15。哎，你也来摆摊了，你来卖什么？我来敲鼓要买。15块的租金真的不贵，真的不贵。所以很。5毛吧。所以我们发现很多地方，哎，想开就开，想不开就不开。因为租金便宜。在中国如果你在巴萨里面开一个这样吃早饭的，哎，对哦，很贵的。哎，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是什么朋友，他不是在菜场里摆一个摊，一个月要付多少钱？那时候可能2-3千人民币啊。对啊，很贵啊，你一个月不赚个10000块都不行。租金很贵，就很贵，你们赚做事没喝咖啡，他们没有产品。对，明白。下次我们知道了，过来先买2杯水，买2杯，你不吃，你不喝给我喝。好，你是水牛。本来你一杯就不够喝。你看我喝的饮料里面飞了个虫子进去。哎呀，太原生态。哎，没事，怎么样？又聊到香烟了。哎，这个烟一包多少钱？我们买的那个，它纯的，必须的。
没有抽税的啊，没有抽税的这个烟啊，没有抽税的这瓶，没有抽税的多少钱？这里应该是5块的。哦，这包5块啊，五块，跟那个什么红双喜，大前门牡丹这种啊，对对对。但是也有贵的，也有贵的。你们这边抽烟喝酒都很贵吧？看什么地方？看什么地方啊？对，还要吃东西也有，也有便宜。抽税高的地方就贵，最主要是税贵。啊，就反正我就觉得这里这一点很好，就是便宜的东西也有，对不对？贵的东西也有，就看你自己咯，你看你怎么选择。对，它报出来价格你不想买，那就不买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也可以买到便宜。来美女出来就是找贵的地方喽。对啊，自己吃的东西要吃便宜的。对啊，就比较自由。但是我觉得这边便宜的东西很多也很好吃。对，那反而那些那个 shopping mall 里面那些贵的，它不一定好吃。多少钱？16.8到16.8，来都来了，再买点吧。又买菜了。生活就这样过的啊。要去拿猪排，我们老板，我们的猪排。因为你忘记拿了回去。没有。去吃饭了，吃早饭。哎，刚刚我们钱付了吧？付了，钱，谢谢你啊。Thank you， 麻烦你。那个老板的发型我挺喜欢的，全是往后梳的，头发很漂亮。他也有那个美人脚。对，没有，他们这边都比较流行像香港的那种。哎，你可以考虑一下留这个头发。考虑一下。哇，好了，我们今天的买菜早饭结束喽。结束了啊，回家了。